司仪真是请到阿南大哥，真是非常的不简单，以及我们的乐队神风大乐队也是非常专业，还有我们的灯光音响，听到的名字就非常专业了哈。OK， 慧茹是第一次来新加坡跑歌台啊，来到这边也有二十几天了，再过一个礼拜，一个多礼拜就可能就要回到台湾了，这样啊，非常舍不得新加坡的朋友们哈。So 啊，同时呢，慧茹在这边祝敬祝各位啊，新店健康万事如意，新年新。用大家都欢欢喜喜，安尼哈啊，好的，那第二首歌也是带来一首福建歌，一首来自曾心梅的《天公听公人》，献给在座的各位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神风大乐队《天公听公人》。歌曲带来轻快的《天公听公人》，献给各位。